唔好意思啊，小姐，你已经证实感染咗 HPV 人类乳头瘤病毒啦。点解会系我？已经唔记得咗十年前快乐嘅我系点噶啦？如果我冇咁任性，又会点呢？究竟十年后嘅我会系点嘅呢？给十年后的我，十年之后，我想成为一个设计师，还有我希望可以考入大学，还有做个有钱人。我还想妈咪每日都在我身边，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。最好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给十年前的我，十年前的我应该是11岁啦。现在的你应该有很多愿望啊。你的愿望里面有快乐吗？有健康吗？有梦想吗？有爱惜家人吗？我就是十年后的你，现在的我不快乐，但我希望十年后的你可以快乐。十年可以重来吗？你还有几多个十年？快乐吗？你还是记得你跟我约定吧？区区几场成败里，应该不是麻木了吧？快乐吗？你忘掉理想，只能忘于生活吗？别太自由，十年后自想，你快乐吗？